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食物链，我是 Alex。 今天我们要来做日式凉拌洋葱鲔鱼。首先洋葱切丝之后，先泡水去除辛辣味，然后放入大碗中。鲔鱼罐头沥油之后也加入碗中，接着倒入酱油、白醋、香油，搅拌均匀就完成喽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打开小铃铛通知。我们每周四晚上9点都会推出新的影片，跟着食物链一起吃得健康又美味。